厉害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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一看就是做刀削面的老师傅，帅。哇哦，现在也到了中午的高峰期了，我们看到三个削面师傅同时做工，同时削面，这好生壮观呢。这是玻璃的面条，开始。咱们这边放这个绿菜是小油菜是吧？啊，小油菜，小油菜啊。朋友们，咱们今天来打卡的这家店是兰州雁滩大润发南侧的大晋手工刀削面。这是一锅高汤正在熬制，现在是调汤底。这是鸡粉是吧？对对。我们看一下师傅调汤底的。这是加入应该是蒜水，还加点啥？再加入酱油、老抽吧，应该是。稍微慢一点点。这是葱花吗？蒜苗？这是芹菜丁。哦，芹菜丁。对。对，明白明白。你要端过来是吧？我在这儿。好，现在要加入那个高汤，咱们的高汤，临贡的高汤。哎，高汤，加点高汤好吃。对，哎。好嘞。要吃吗？这师傅。好厉害，是，可见。149。现在只有用完了一个炒面了。好，第一个。再走的。110。这是排骨啊，哎，咱们这总共是几种呀？排骨、红烧肉、肥肠、西红柿。西红柿啊。红烧肉剁子。对。158吗？对。好，这是红烧肉。啊，两个小白。哎，两个小白。这是红烧肉。红烧肉。啊。满满的肉，哇塞，这汤子给力！来，两个撒酱，这是撒酱啊？撒酱太多了。好，根据客人需要再加点撒酱。现在是出餐高峰期，店里边的客人在逐渐的增多，这家店面还是挺大的。165排骨面。165排骨。这种是咱们的刀削面里边用的配料是吧？对的，这是我们红烧鸡块，这是我们西红柿炒鸡蛋，这是我们排骨。这个当然排骨是我们比较受欢迎的，就是大家很喜欢啊。对对对，还有肥肠，肥肠红烧肉，这是红烧肉，红烧肉，这是红烧肉，这边是肥肠。哦，肥肠啊。哎，对的。大概我看有这五种。哎，我们要八种。我看那边还有那个炸酱面是吧？对，炸酱面还二合一干拌，哦、也都是我们哎，对对对。哦，我们这边的话是主要招牌就是我们特色就是手工刀削面，主要以手工为主。
这个手工的和机器削的区别大不大？当然大，只是这边的话手工削的口感比较好一点。一锅面已经出完了，现在准备下第二锅面，重新揉一下面。这是削面用的砧板，这块木板还挺厚的。这个对于削面师傅来说，这个砧板就是一个稳定器的作用，这一步也是相当的关键。继续削面，这削面的过程啊，看着是真过瘾，不到五分钟又是一大锅。这一锅呀，它最多出20碗面。非常的好，离场20碗。154，这边是凉菜拼盘，这一份3个菜是10块钱。我们来看一下它这个价目单，肥肠刀削面是18，小碗17，然后这个排骨、红烧肉和鸡块这3种面是大碗15，小碗14。下面我们看一下它含有素的刀削面是8块的7块。现在这个师傅准备要做一个炒刀削面，我们看一下它这个炒刀削面的整个的制作过程是什么样子的。锅里先炒了一个鸡蛋，这鸡蛋稍微翻炒了一下，颜色金黄呀，应当是差不多了。好，倒出鸡蛋。这师傅告诉我，他做的是一个素炒的刀削面。洋葱、西红柿，这两个素的，小的一条，小的一条。这是秘制的，这是辣酱啊。对。里边又加了一些配菜，我看有土豆丝、青椒和番茄。这个里边这个配菜加的还是挺多，大概有5-6种吧。翻炒，调味。加了点老抽一样啊，就加了色，再加入点黑油，翻炒面汤。给的还是相当的足呀，每一个碗都是冒尖的。好，炒面出来了，炒面出来了。可以。哎，辛苦了，炒面。哎，炒面好了。这碗面是我的，点了一个传统带汤的排骨刀削面。这边是它的蒜苗，咱们也加一点它这个店里边的蒜苗。好 ，OK 了，够了。咱们端面，找地方坐。这窗户旁边这个地方有座位。好，就这地方。来，您拿筷子。朋友们，这就是我点的刀削面，这是一个小碗面，这一碗面是14块钱，这是一个排骨的刀削面，前面是一个凉菜拼盘，这一个拼盘是10块，这些总共就是24。咱们现在调一下面。
把面条起来。这小碗的量就已经很足了，它那个大碗我刚看了，碗很大，量给的很足。我担心吃不完，可能有些浪费。我们先来尝一口。酱香味儿，红烧的这个味道还是相当不错。它这个面皮还是很顺溜的，也是比较劲道。它这个汤呀还是相当的好喝，给人感觉主要是排骨汤为主。继续干碗，来一块儿它的这个排骨。肉冻得挺烂，这是个小排。说凉菜，蒜泥茄子，这是酸萝卜，这是这个黄瓜。它这个面条啊，看似手工削的，每一块面都很长。我刚才在后面同时削面的时候，有三个师傅在同时削面。这个最长的一块面啊，我看大概有30-40公分长。削面师傅的手艺啊，真的是相当了得。难怪很多朋友都非常认可手工面，刀削面也是一样的。手工揉出来，然后手工削出来，和机器自动削出来的，这个面条的这种感觉上首先不一样。这是小碗是吧？对，这是大碗。这是单加一份排骨。哎，来来，这接的。比例相当不错，颜色配得挺好。